找你阿公，让你阿公去给你爸施加压力，这样就行。我觉得你去找我爸最合适。我觉得不合适。这是你的女人，你让我去找你爸，合着你谈恋爱全得靠我的努力，这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男人，你得承担责任。如果你喜欢他，可以照顾他一辈子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喜欢他。后浪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